张家辉、任贤齐、郭晋安和吴卓羲呢日就一起出席新戏的首映活动。家辉和小齐相隔十五年之后再次合作，感觉又是怎样呢？就想起之前拍这个电影的辛酸血泪，每天几个人都回去都腰酸背痛。然后我这个打戏是我第一次这种激烈的肉搏战，而且是那种街头格斗，然后就看到什么就砸什么，就看到灭火器、椅子、玻璃就往头上敲啊、摔啊。然后家辉很体贴哦，他每次都会先检查道具，他会先敲自己头。我说：“哎，小齐 ，OK， 道具做得蛮好的，不会太痛。”所以我们在打的时候都多了一点练习跟默契，然后我们都拍得还蛮顺利的。不过听讲呢次有好多的动作场面，应该都不会难到两位啦。我也会评估我自己。要面对的动作，我如果我真的不能承担的话呢，我也不会强来的。家辉仲话计划再开戏执导拍电影，唔知郭晋安同吴卓羲又有冇兴趣同对方合作呢？考虑，为什么？我跟他太熟了。啊，我你肯定会，我肯定会。